如果想贴到这前面的位置，就把这个电眼往后面移，往这边移，它就会。就会贴到前面去，贴了是不是？这里贴了两张，这里贴了一张。对，贴到后面了。调这个移动这个可以调这个标签贴到样品的前后位置。然后摇这个可以贴到左右位置。喂。贴到右边，可以。没什么胶了，可以了。